苹果 iOS 14 iPadOS 14系统自带壁纸下载。6月23日凌晨，苹果 WWDC 2020大会正式在线上召开，苹果正式发布了 iOS 14 iPadOS 14系统，并面向开发者推出了首个测试版。不过目前 iOS 14还处于测试阶段，所以先推出的版本难免会有这样或那样的 bug， 所以不推荐普通用户更新使用。当然，对新系统感兴趣的玩友可以先来尝鲜下 iOS 14 iPadOS 14系统的新壁纸。本次苹果提供的 iOS 14 iPadOS 14系统壁纸有两个版本，一个亮模式，一个暗模式，简单就是明暗的效果变化。iOS 14系统带来了应用部、小部件、画中画等非常安卓化的新功能，同时还有全新的 Siri、Messages、苹果地图、数字车钥匙以及 App、Clips 等。